等一下我扫。我扫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太大一些了。哦，都没扫。第一次怎么会选我？这个座位就给人了，上车就没有了。昨天晚上总统府就打电话了，之前就坐了。刚上车，哦，有看到怎么不见了吗？我才刚上车，刚上车都不知道，反刚上车就不见了。对对对，他们就很过分，是很过分，缺乏公德心就。但是不是我呢？有啊，我开的。Thank you.